王子带 IG 晒了跟弟弟邱雨辰还有小杰在练舞室的合照，接着还有一张 JPM 表演舞台的照片，让粉丝们瞬间暴动啦！短短几小时已经吸引将近20000人点赞。王子配文写下：时隔6年，我们终于在一起合体表演了，到底是什么内容？他卖关子，要粉丝期待一下。照片曝光后，粉丝在下面刷一排：太期待了！元老级铁粉也开始纷纷签到。弟弟邱雨辰也写下：苦了6年再次合体，跟姐妹只差1年的概念，好像可以合体。干一些什么事了吗？你们觉得呢？除了三人将会在节目上担任助力导师，最后还 hashtag JPM。 小杰则在脸书说了：我们没有解散哦，只是聚在一起工作的次数比较少，是的， JPM 回归啦，让粉丝们更加暴动，直说真的太想你们了。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、我的青春啊，超晚希望 JPM 合体开演唱会，毕竟真的有好多歌实在太好听啦。Go, go, go.